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继续来玩这个《生化危机2重置版》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在这个警察局的话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拿啊。看一下我身上的装备啊。那么现在的话，这个东西先打开来吧。检测的话，这里可以打开的。里面的话有一个电子仪器、电子零件，这个是用来开后面的，后面的我们会用得到。但是这个电子零件都要需要两个，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。二楼我比较多的东西没有，有很多房间没进去。你看二楼的等待室之类的这边，二楼的等待室我进去看一下。那么等一下的话，等一下会看到暴君抓我们。那么剧情的话，哎，这里。这个密码是，这个密码是左六右二左十一。哎，开了，开些什么？好吧，枪狗自退器，这手枪的。来，我们继续走。这里这走廊有东西的，这边的话，这边可以直接用这个东，用这个道具啊，这个工具啊，我们之前拿到的一个工具啊，直接可以把这个梯子扭开，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了。你看，现在进来到这里，这里打不开。来到这边先，哦，这里有个板子，这个板子拿了之后，等一下把可以下去的时候把那里给封了。哎，这里是，哦，这里是外面，这里有个药草，这里可以下去，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东西没拿，你看，子弹，子弹，然后的话。这里面也有东西，这里有个药草。哎，你看这里有个齿轮，但这个齿轮我们现在没有位置放，可恶，好吵。又是这个警官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我觉得这，我操！别吓我啊！我觉得这几枪可能没打死，他等一下会跳起来用。啊，又是，哎，又是一个新桃的钥匙，那个齿轮等一下我要拿的，来这边，哎，这里被反锁了，这里被反锁了，我现在可以拿的道具不多，但是我一定要进去这里面，从这里下来吧，这里是，哎。刚刚那里是着火，哇，这梯子直接是弄断了，这材质也够烂的，就这样就断了，哎，我这样还上不去，可恶！啊，这里，这个拉下来会有水，然后这里着火了，这里面有。这里面是着火，哦，那个飞机撞过来的地方，然后这里着火了。你看，这里有个药草，可以组合起来吗？组合起来之后是一个花药粉。这里可以下去，下去，有声音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两颗药草，拿起来。然后可以把这个组合成比较好一点的药草。有声音？什么鬼声音？等一下，这个是方向，向左。两只僵尸，来来！哇，这个僵尸真的是很耐打，我都打头了，打那么多枪还是不倒，终于倒了吧你们？我觉得他。等一下，可能又爬起来。
他只是暂时性的倒下了。这可以对组合成霰弹枪的子弹。哦，这里还好有柜子。这个我要不要吃呢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要吃。这个没用了，他打了个勾，就说明已经没用了。好吧，这里我看一下，绿色钥匙，这是一花里胡哨的绿色钥匙，梅花吧，这个应该算是。好吧，我们继续走啊。梅花钥匙，等一下，这个暂时性好像用不着，这个先放起来。这个钥匙多也暂时性用不着，也是放起来。那个是到后面地下室去到另外一边才用得着的。那我现在走啊，等一下那两个僵尸不会爬起来了。哎呦，真的哎，我就说嘛，等一下不要浪费子弹，打他们简直就浪费子弹。但是他们如果追过来就尴尬了。还好没追过来。这里怎么显示还有东西没有拿？哦，你看这个我拉下来，这个应该是我刚刚操控把药楼啊，就是把这个水你看滴到这边，然后这里的话的水会被淋湿。哈哈哈哈，我现在可以走了。走人呐， go go let's go。 哎呀啊，大只了。等一下啊，我的老天哪，我的不对，我觉得他不会，他这个版本不会开门吧？哎，别吓我！妈耶！别！哇！你的哥耶！走！暴君啊，还穿着大皮衣，他那个大毛皮衣的话是限制他性能的一个一个外衣吧。他衣服如果罢了之后能力会更屌。等一下我回到这个地方。往下去下面。快点走。他会一直跟着我。我先把那个窗封了，其实无所谓，我去。刚刚我拿到那把绿色钥匙刚好可以把那个地方给打开。绿色钥匙可以把这下面的打开。啊，不对。不行啊！我故意不用枪，好不好？如果用枪的话，会把那个暴君吸引过来，所以说我就不用枪了。这里有一口，等一下，快点！这个宝盒跟这个可以组合起来，对，组合起来，然后会获得一个道具，打开啊，徽章，我们查看一下这个徽章。这是一个 USB， 好，可以。那么有这 USB 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三楼了。这是一个报告书。好吧。这是密码。有这个报告书之后就知道密码了。这里可以跳过来。这里有个子弹。暴君不会过来了吧？我听到声音了，他没过来吧？希望他没过来。如果他走下来，那我就尴尬了。他如果走下来，我就没地方走了。他在上面吗？等一下，听声音好像在上面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在上面？我要去把那云盘给拿了才行。等一下，这拿了再说。然后这个云盘两个位置可。速战速决，快点把那把刀还给我。
拿回来，拿回来，这个刀后面有用，变袭击多，可以直接拿来用。啊，被锁了。我们只要开枪的话，那个暴君就会跟过来，很尴尬。哎呀，又被锁了。哎，有子弹。啊，没地方放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钥匙了吧？好，可以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里好像没东西了，已经。Go go go go， 回去回去回去，往回走往回走，往回走啊！诶，那个暴君不知道去哪了，没跟过来。哎，他在隔壁啊！我怎么出去啊？哦，我要从这里出去。对，啪！妈耶，不会跟过来吧？法科，跟过来了。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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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恶，这个家伙！哎，这个僵尸。啊、哦！我只要开枪就会把他吸引过来，但是我开枪不行。哎，他一拳把那个僵尸给打了，可以。这里有动态，这游戏叫做动态，动态难度。他如果附近有其他僵尸的话，他会把他打了。让他过来，跟他绕圈圈。这里的话，东西还是蛮多的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哇！我怎么在这一关遇到这个 boss？鬼呀、啊！我打得过他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还好他智，感觉他智商不高。走走走。妈耶！你这么怎么一直在那里待着？这个僵尸，快点啊！暴君把他一拳打倒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往回走。这边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现在的话是要干嘛呢？齿轮后面用的吧。来，先去保存一些二楼看一下。二楼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啊，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拿。我看一下，二楼天台。你看办公室，等一下我要去三楼啊。我拿到那个东西之后，我去三楼。我看一下，我直接去三楼，应该是这里。嗯，一枪可以、啊。哎呀，那个叫一枪没打死了，不对吧？这么凶残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，哇，两只啊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怎么会有两只？哦哦，我的天，这里有两只 ，fuck， 吓我一跳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怎么跟过来啦？他的这个听力不太好。他的听力不大，但是他没事，他的听力不大。等一下，暴君不会过来吧？希望暴君不要过来啊！刚刚我可没开枪啊！喂吧，跟过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得去储存室，枪械室。不对，我本来要去三楼的。这里办公室的，我要进入这里的办公室。这 STARS 这里的办公室，对，就这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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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 USB 插上去。哎，可以，输入密码 ，FBI。快点快点快点，等一下他滚过来，有声音啊。
一把枪。然后这里还有个报告，这是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前作的一个主角留下来的一封信，这个要拿走。啊，这里东西没有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巫医间我是可以进去的。等一下，巫医间。好像跟过来了。巫医间，我们去巫医间。这个被我打死了，哎，那里那么多尸啊！来，钥匙，来，进去。这里头我们看一下，有火药粉。然后这里头还有，哦，就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我们得把这个东西解开啊。嗯。哎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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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按钮，三号按钮，装上去就可以用了。这里我看一下，这里没东西啊，走。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啊？注意啊，不太健康的状态。现在的话，我要回去那个地方，回到这里。哎，这里，不对。出去，出去外面去，下去一楼。咦，等一下那个家伙，还好那个家伙只是走路，没有跑步，他跑步我就死了。哎，这个家伙真的是又追过来了，穷追不舍，先保存一下先。可恶啊，这个家伙好恶心，就不能消停一下吗？